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我们常常说自己没有时间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究竟为什么没有时间？究竟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们的时间？在没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究竟是和什么在一起？而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是我们吗？今天来和您分享芒克的文章《没有时间的时间》，让您共赏。在这块曾掩埋过无数死者的地方，如今又长出绿油油的日子。一座老房子的墙皮已经剥落，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我。在今天人们的眼里，我是老朽，像化石。我的时间似乎不再流动血液，我现在已被现在遗弃，我的过去也被现在遗忘。我每天只有自己守候着自己，自己牵着自己的影子。我落满灰尘，我的生命也似乎不再是生命。我的历史无人翻阅，我也不再翻阅自己，我也不想自己看到自己。我就是这样的，在等待自己腐烂。我慢慢的在腐烂。我不死，可也不像在活着。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，我已没有笑容。我也不会再笑，即使我偶尔把嘴咧开，也显得那么丑陋。我现在已不会像过去似的来把人吸引，吸引人来采摘我的微笑。我已没有笑容，我满脸冷清，我的两眼无神，就像两片枯叶再从高处飘落，飘落到地上，渐渐变得污浊。这人世间依然还有一小块地方摆着我这颗无用的头颅，我的躯体像只破船，却还没有沉没。我每日照旧浸泡在茫茫人生的水流里，只是我的生活已不是生活，我的头脑空空如也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现在，更不能去想象将来。我的心中也已荒无人烟，越来越阴森可怖。我的心比我还要孤独。我现在真像一座坟墓，自己埋葬自己。但我还是怕死，我也怕活着。在这块曾掩埋过无数死者的地方，如今又长出绿油油的日子。一座老房子的墙皮已经剥落，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我。我的记忆里已没有记忆，我的记忆里空空荡荡。即使还残留着一点东西，也已模糊不清。我不再痛苦，也不再幸福。我不再会为了我的幸福而痛苦，
我即将结束，把一切抛弃。我现在已被我挥霍干净，我梦的大门不再打开，我思想的墓穴开始封闭，我在同我告别。我不留恋，我同我分手之后将一无所有，我在结束，结束的是我，死亡在我的身上什么也不会得到。